豪神龙，一代枭雄发迹秘史，帝豪。听过帝豪咩？未听过。帝豪听过，好似之前听过。嗰个毒贩系咪嗰个？大毒枭，潮州人嚟啊嘛。啊，听过，听过，俾人剥毙啊嘛。有钱咯，同埋系运毒嗰啲人咯。喂，唔系白粉咩？你唔知啊？佢输咗入嚟香港嘅毒品咧？照最保守的估計，起碼有16吨，販毒16公吨，大概是90亿至到100亿咁上下啦，現值100亿港元。在香港的販毒市場入面咧，佢係居首位嘅。事發之後咧，咁我哋喺法庭咧就見過佢好多次。佢都係好鎮定啊，同埋即係完全唔甩嘅，都好豪爽嘅人啊！話啲街坊都有啲善事做下噶。喺石硖尾做咩啊？善事嗰啲有贊助噶。70年代初，全港20000多個差人嘅幕後老細。我哋差人職責係保護白粉生意安全出售。佢嗰個太太，所謂之毒玫瑰咧，鄭月英，我就反而仲係覺得係奇特，因為喺嗰個年代啊，有啲女人真係認真話做得咁大件嘅案件嘅咧，就係少之又少嘅。枭雄背後嘅女人，毒後。第二个女人用身体特征运毒的女人，一代枭雄发迹秘史，帝豪。